长这么大第一次吃这么大鸡排啊，来个双击呗，老铁。嗯，太好吃了，没法形容。47号的啊，看能开出多少号的肉。哎妈呀，这肉这属于多少号的，你们说吧，评论一下。到这站啊，猜一下这个是几斤的。龙虾大壳都硬。是个小虾米，东北话叫虾糠。